王太太，恭喜哦！多谢多谢，恭喜哦！真是岁月呢，来杯茶，来杯茶。王太太，恭喜来哦！来来来，请吃瓜子。谢谢谢谢，谢谢，多谢。阿伯，不是你来啊？恭喜哦！恭喜恭喜！真足感谢恁专家哦，来参加阮弟的婚礼，你爱来。阿敏啊，王威仁呢？儿子结婚这么重要的事，他去哪？我不是跟你讲过啊，王威在国外，伊未赴挂断啊，你可别去啊！对啊，儿子结婚这么重要的事。那有啥啦？啊，就今仔日哦，是简单办一个，啊，另抓吼，伊回来以后，我会办一个搁较正式的，到时阵请人客，啊，恁家做伙来到老来啦，哈。嗯，对啊，对啊。哎呦，啊，不是跟你讲过，迄新娘哦，心脏无好啦，啊，即马哦，办这婚礼算是替伊冲喜啊，啊，等搞伊身体较好诶吼，啊，来办一个搁较请应的，啊，时间哦，王威应该来回来啦，哈。这王威怎么这样子啊？以前家里啊，不管发生多重要、多困难的事。他肯定会做到最好的，这也太奇怪了吧？那有什么奇怪啊？是我叫他卖回来，让他好好去打拼的事业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阿敏说的话对他来说是圣旨，不能违抗。对对对，你知就好啊。哎，时间差不多啊，你嘛好，你去啊。好哦，我替你进去接。啊，我自己来就好了。哎。得胜啊！哎，你出院了，精神还是很好啊。你也恭喜啊！哎，想不到你女儿跟我好兄弟儿子成了亲家，多好啊！亲上加亲，这都是缘分呐。哎，你这动完手术之后都恢复了吧？好的很呢。哦，那一会儿咱们两个得多喝两杯了。哎，行行行。哎，文艺，得胜多少档就是不当邻居了啊？啊，哎呦，那是我大意了，那你就别喝了啊。哎，他老是爱插嘴，就别理他。啊，不是这个，其实我觉得乐先说的也很有道理。你是刚动完手术嘛，一定要小心一点啊。你人到，心一到，那就够了。阿青哥，阿你马上去传传呢，准备要带美女去红毯了呢。那时间拢算好好啊，你唔通去耽误着。哎，对对对，那我先进去，得势。一会儿再聊啊，先忙先忙。哎，子楠，你好，你好，健康。这是一点仔心意啦，阿全讲哦，一定要包红包。哎呦，我就跟你讲，唔免包啊，你看你啊，多谢你啦。我要包红包，饮喜酒，阿哥我看新娘。多谢。高俊，这位小姐是你的朋友啊。你是小林啊？小林，你好，我叫李德胜。胜哥你好。胜哥，你想我笑的呢？你之前都心塞啊？哦，阿姨，阿姐，你来啊？我来，我来送你呢。嗯，阿姐都已经包红包，可有礼物了？礼物在这。好。是无，迄张水，还阁是我画哦，要送美女做结婚的礼物。就咁样写嘞，安尼我身体美女收起来。交给我啦，等婚礼结束啊，你再跟美女做伙看，给你穿穿嘞。好。啊，你买单你去啊，吼，你先去。来，阿妹，快点。当然，就是跑掉，来包间。阿妹。高俊的脚怎么了？是不是受伤？哦，伊都破病啦。生什么病？走路变成这样？是渐冻症啦。阿伯，林刚哦，老先再给你开水啦，哈，您先去。对了对了，行啦行啦行啦。想想对对，会记念你，相逢有的对我两人的祝福。吹迷离，纯情花蕊，满面春风花。